喂 ，Sunny 啊，我哋呢度就要爆发一场水战啦！梗系啦，我仲知道 Leon 咧啱啱赶到嚟，嗱三位咧，啱赶到嚟，嗱三位啊准备做热身啦，不如咁啦，嗱问下 Leon， 阿徐啊，请让步，请让步。咁不如咁啦，我哋问下 Leon 有冇信心先？嗱 ，Leon， 你平时唱歌咧好掂噶。咁嗱，游水有冇信心先？我知道游水唔同嘅，唔系好似斗牛咁，俾把剑、俾把红布，你一定赢嘅。咁即系，我觉得为咗善事咧，我会出尽今次嘅呢个全身嘅力量，希望就算游得快与慢都好，希望各位善长人涌咧，希望多啲捐钱，50蚊又好，1蚊又好，希望支持我哋公益金，希望同两位新朋友，希望可以大家养养啦，不唔好养啦，尽力啦。问翻你啦，你平时有冇操下先？少，甚少操。甚少因为呢排成日落雨，希望今日公益金之夜之后咧，夏日咧就从呢个今日公益金之后咧，阳光普照，俾大家朋友都叫我去操游水。嗯，好啊，俾你信心你先。系，多谢。嗱，Sherry 啊，嗱呢度最年轻啊，咪最细粒，但会唔会打击你个信心噶？梗唔会啦，我好有信心噶，不过都要游过先知输赢嘅。嗱，听我讲啊，千祈唔好让佢哋啊。阿监，呢度最高大就系你啦，你亦都系前香港蓝飞鱼，信心点先？都 OK 嘅，見到水話點都有少少信心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嗱一場激戰咧即將展開，大家千祈唔好行啦。首先三位咧都要试游50公尺蛙式嘅，而第一个试游50公尺蛙式嘅咧就系李启鉴啦。咁李启鉴咧前香港蓝飞鱼实力当然有翻唔上下啦。至于第二位咧就系蔡晓慧啦，咁蔡晓慧最擅长咧就游四式嘅，相当之平均嘅，所以蛙式咧都有翻唔上下噶。至于 Leon 咧，就保持一贯认真嘅态度，游起上嚟咧有姿势有实际，实力不容忽视啊！45秒41，有嘢喎。咁我哋而家嚟到雌雄飞鱼大激战啦！冇错啦，我仲知道三位飞鱼咧啱啱试游完50公尺蛙式，时间方面咧就系李启鉴就系35秒50，咁啊 Sherry 咧就39.53秒，咁而 Leon 咧就系40秒41。嗯，好接近。为咗公平起见啦，不如我揸主意啦。咁、首先咧就系呢人去先嘅，嗱5秒之后咧就晓慧去，10秒之后咧就李启鉴去。咁啊 ，Sherry， 你觉得有冇问题啊？咁样？冇问题啊。咁啊，鉴你觉得点啊？有冇意见啊？你揸主意啦。哎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三位飞鱼预备啦啊！咁啊，首先落水嗰个咧就系呢人，呢人预备好未啊 ？OK，ready，go。嗱，5秒之后咧就晓慧去噶啦，预备，去。10秒之后啦，鉴佢啊！预备，开！当新一天，旧有的一切太面善，多么多未来都要癫，未是真的都要试，太多细节要跟我试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李安。哎呀，好接近啊，好接近啊！快啲啦，好接近啊！快啲啊，李安，争啲啊，快啲啦！快啲啊，李安！快啲啊，李安！快啲啊，李安！哎呀，李安！好啦，咁啊，结果咧真系出咗嚟啊，出人意表啊！李安，嗱，你就赢咗啦。嗱，问下你先，今次系咪真系搏尽晒噶？搏尽又系。再一次为公益金胜之不武，多谢两位。咁啊 ，Sherry 啊，我问翻你咧，其实 Sherry 你有冇养人噶？梗系冇养人啦，搏尽啦。喂阿监啊，嗱你啊比赛就真系无数啦，但今次嘅比赛觉得点先？好辛苦嘅，好辛苦啊！嗱，我知道三位咧，其实咧都系为咗公益金咧共襄善举嘅，不如咁啦，喺呢度咧，我哋呼吁下呢个捐款热线先啊。好，好啊。1821，100条线啊！喂，咁啊，我以后将呢个时间交翻俾一坐嘅同事啊。好。